面对的守卫打者，从原先的石志伟呢，现在已经是做了一个代打的更换，由洪成宇呢来做一个接替。郑九呢，今天投了57个好球，35个坏球，被打了总共是6支的安打。这球打成了一个飞球，在左半边左外手曲线过来，由周思齐呢把洪成宇所打出的这个见高不见远的飞球呢给接杀，形成了一出局。哦，李居冠呢主要还是在本季的哈，主要还是控球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过以他来面对洪成宇的话，也效果是不错，因为主要的是洪成宇他的这种新秀了，好球带都放得很大，打的过程啊，那个策略也不是很清楚，对投手方面也不是很熟悉。现在来到了6局的上半。打击轮到第8棒的黄浩然，今天呢有一支2垒安打，1分打点。场上投球的相对第2任投手李居冠呢，前一场的初赛呢是5月10号啊，在一军的部分。对，画面上看到这两个人就是去年球季之后呢，双方做了一个投打的一对一互换的一个这个。现在各队哦，加上2军也渐渐比较完整，未来也可以考虑啊，当然在更进一步的来多做一些交易啊，来让比赛比较多的一些变化，让球员有发挥的舞台，让比赛更好看。我交易本来就是职棒哦，一些很好的一个交换选手的策略，一些也在喝阿者，或有时候然后你有多余的选手，更厉害的休息室马博沙罗哟。让他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表演的舞台是最好。而且以中职，当然这个也没有客观标准跟统计，就是其实很多选手转队之后的发挥都蛮不错的，嗯，对比赛啊，对整个职业运动的看法，有些时候也因此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体会啊，跟或者是警惕等等。这个球一垒手接球之后踩垒，形成了两出局。如果透过一下比较多的一些交易，然后让这些我们国内的职棒选手习惯，那我随时然后球衣都会换，那我换上哪一套球衣，我就为那个球衣的荣誉来再努力就好。没错，不然基本上金贼酸就被交换都感觉有一种失落感，对，很失落感，或是为什么老板不要我，甚至于家人都很担心。对对，没错，这个很普遍的。嗯，没错，那这个是不正常的。其实，在职棒来讲，本来是换来换去，球衣就本来是换来换去。这个大概也是职业运动会有，我们一般上班族不会说，哦 ，A 公司跟 B 公司换人这样，这个应该不太会。哦，那职业运动这个就是真的是，我想未来中华职棒也会越来越多，大家也慢慢就会习惯。其实像画面上看到的李峰华啦，另外还有今天先发的一垒手相对的第7棒张明彦呢，其实也都是转队，所以这真的没什么了不起。反正就像球评讲，换衣服就好好的为这队效力，好好为自己的成绩打拼就对。现在打击的是林正义，林正义呢前面的两次打击当中呢并没有安打的。这个出现有一次靠失误来上场边关大元跟叶丁仁这两位应该算是近期哦，相对希望在上半季的尾声呢，让他们成为牛棚的左右护法了。哇，有可能啊，每一个投手现在中继这些了哈，都整天整天弄九位换，那这种策略了哈，最近他们也常用。哦，所以金球评这样一讲，看李居冠在投也是都。全力在投，对对，所以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盘算。郭颖文也在旁边呢做一些准备，结果打者呢放弃跑垒，往回休息室跑，形成了3出局。目前呢6局上半结束4-5，还是蓝米哥1分落后。